这个并不是你们想要看的 cinematic travel video， 可是这个会是我最真的一个影片。其实距离我们最后一次旅行啊，出国旅行啊，差不多都两年多，要三年了。疫情过后，我们开始开工了嘛，都开始很忙，然后就想说，哎，要找一个时间休息一下，然后要带家人啊，一起出国这样子啊。这是我第一次搞不懂嘛，一起出国。嗯。我们现在要出发去日本了，开始我们六个小时的旅程。Show your strawberry。Welcoming to Kansai, Osaka. Thank you. Say goodbye. 哎呀，我又要走了，我不得了。真的太冷了喂！现在才有日本的感觉，因为我们从中午一到到现在才 check in 到我们的 hotel。不要玩了，不要玩了。就是以前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拍东西是 hardcore 那一种。有一次我们去巴厘岛，然后我们半夜两点爬山到上面去看，就为了看那个日出。然后我们还被那个 John 做脚架，都不懂我哪里来的力气、啊。嗯、本来是想要拍像以前这样子的 cinematic， 就是想要找回以前出门的那种感觉，可是呢就。我们现在到 Universal Studio 了，很冷啊。因为怕 Raiden 会累，其实是因为怕我们会累，所以我们租了这个 floor 呢，大概是我们的30多块马币，真的是很值得。走了。Raiden， 爹地被 Daniel 收腰，爹地被 Daniel 收腰了。哈哈哈哈哈！坏人，坏蛋。完全都不像别人，是的、哦、Caramel Latte 这样的东西。其实我就有一点放弃这样子啊，就没有要拍了。其实，哎，以前我们拍东西是还蛮紧绷哦，就为了一些画面，因为会觉得来到这边，我也是想要拍好好的东西。Raiden 不是一个 burden， 只是说我很想要跟他一起好好享受当下。之后呢，其实我就会把这整个旅程的最真实、最放松的状态去拍摄这整个东西啦。
差不多。到了人就这样子睡觉了。其实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 travel video 啊，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其实没有真正去体验，我们就是去为了要拍，拍了就跑，拍了就跑。可是这一次的话，我会觉得有不一样的体验呢、啊。就是很 chill， 然后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把它用自己的眼睛跟心去感受这样子。Thank you. 不一样的点其实是在于我们没有那个时间，一定要拍个日出，我要拍个日落，我要拍当地的人。因为以前我会喜欢拍这样的东西，然后过了这么多年，其实现在我看到是自己没有那个，其实没有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很多时候我觉得用心去体验，享受当下，体验当下。一个很好的平衡嘛，对我来讲，因为以前一心就在想说，哎，要拍什么，没有真正在当下。Nara Visitor Center in Yi. Bed with eggs laid by hands.
找喝酒的地方，所以你觉得这个去跟你的 expectation 不一样吗？比较难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行李太多了，然后还要带两个小孩子。瑞登的表现说实话还 OK 了，只是说他走到脚软了。他这么精力旺盛的一个人，可是是 feel 到他出来是开心。唱开心，他还是唱歌。一毛八十七个月。I hear your name, it echoes in the breeze.他们的亲子哦，这样子根本你不能走大步的。我们现在在这个车上就是可以体验火车便当。哦，不是那种火车便当，我们是这种火车便当，你看。要吗？你问。
是这是新富基，先搭一个两个小时的 bus， 路程才会到我们住的地方。还没有出到外面去，已经很冷了。这是我们的 luggage， 很冷，然后又下雨，这边写13度，它没有风的时候还 OK， 可是它一吹风的时候，那个鼻子都痛。这一个 trip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日本呢？40多年前，我爸爸有来过日本公干，可能6个月这样子，我妈妈就自己一个人在 hometown， 她就讲她想要来日本，她希望爸爸可以带她来，到现在。这一次是算圆他们的梦啦。我没钱。快点，走。哇，太好了，太好了。雨很大的。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感动，很夸张，亲眼看到跟看照片的感觉是完全不同Bye flowers, eh? Kiss me. 其实老实讲啊，这样子一面带小孩子，然后一面拍摄的话，是真的很困难。我就尽量啦，尽量。来，那个风景。呼呼呼，这是我们的街，这是我们要走的。不要抱歉。下一站 Tokyo。Bye-bye.
边了。Okay, come back. Turn around. Yay. What color?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我们要去 Disney Sea。快手，妈妈你。Disney。Kiss kiss。Thank you.
是很好玩。其实排队好像也差不多半个小时，会很久。虽然他的故事情节我们听不懂啊，因为他讲日本话，很刺激哦，很久没有喊到这样子。在这边等着这个水的表演，现在是17度，不止吧？我觉得不止啊，因为那个冷风好冷。你的第一次来迪士尼什么感觉？很 cute， 可是有很多地方进不去。我们其实也没有玩了很多，然后有很多其实瑞登也不能够玩。我们来迪士尼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边的 flow 很好，基本上排队啊都是半个小时以内。就会排到了，它不是人多人少的关系啦，我觉得。可是如果玩游戏的话 ，Universal 比较好玩。啊，把这个是 Disney Sea， 我觉得 Disneyland 应该会更好玩。你觉得瑞登会开心吗？今天？我觉得他会很开心今天，然后他看到很多他比较看得懂的东西。觉得带小孩子出门真的是不容易，但我不会后悔啊，很好玩，我觉得。其实最真实的一面呢、啊，有当爸爸妈妈的，就是家里有小孩子，然后带过小孩子出门的那一种感受，我会 feel 到的东西就是我们也不年轻了、啊，不像以前那种可以去冲，然后可以早醒。精力充沛。啊，现在就是拖着行李带着小孩子，然后还要拍东西，就真的是不简单了、啊。不过我觉得是幸福的。是、啊、自己跟以前的不一样，那又同时很像找回那个、哎、喜欢拍东西的自己。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呈现方式，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机场了，拜拜。我不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是几时，我们下一次见啦，拜拜。快去收东西，要跑了对。You are made for love, you are made for love, you are made for love.Thank you.